因俺照讲是170页吼，咱前话讲个，讲啊169页迄个第二章安尼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从现在呗，啊，将咱去对这個经文去读一遍吼。又在卡上念菩提类诸依师中，其迄依王为最第一，加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如其迄。若有人闻心中结束烦恼生见，疑惑病药，尚不能当，何妨灵知？菩萨无中应作是念：我将不以色欲为着，我当求习出世之欲，亦修一切善根福德。如是菩萨得第二义，遍得十方，毕竟治疗一切众生。咱讲这段是讲出世第二，啊，出世第二是要治智慧，啊，治咱的烦恼病呢，安尼才有可能出世吼。所以出世第二就是以执着而生起的。出世之后，因为众生执着世间安尼，啊，世间执着世间，所以人拢准盲目去安尼，目睭准青盲去，啊，青盲所以准做一切不正确的这个恶业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真的这个是讲世间法会当体达空无我性安尼。空无我性，就讲一切法缘起性，缘起无自性，啊，所以才叫做空性啊。即马即个问题上重点，哦，即上重点哦，都会当超性世间法啦。啊，假使你今仔日未当通达啦吼，未当通达世间是缘起，你当然你放未落。啊！但是我说讲，你已经通达啦，安尼，啊，你敢得放下咯？不见得。你来家己想下，即有智慧放下咯，无智慧的人放未落。我跟你讲无智慧吼，我正先讲一个。当时世尊吼，18岁，按得去游戏城门。这典故恁知影无？敢知？啊，看有一个门，一个福建人伫遐生产一个囡仔，安尼对不对？世尊看者都感触。搁再有一个门，看到一个老人弯腰驼背，一个更加感觉。啊，佮有一个门，看到人去破病，伊佮更加感觉。佮有一个门，看头前讲一句观察，后壁一个伊形象，佮送伊，送伊要上山，伊就伫遐了解讲人生了有病，有老有死安尼。他在脑筋就在思维了，安怎会当脱离生老病死啊？恁敢有看到厝边隔壁个生老病死？啊，恁有感觉啥？啊，隔壁阿婆也死啊，啊，就衰老了啊。无感觉，我咧讲哦，无感觉。啊，隔壁李太太即马阁生一个孙啊，无感觉，看咧都准都好起啊，
毋过你无想讲吼，去医生馆看人，医生馆遐侪病人，恁敢有感觉？啊，恁感觉啥？这个世间的那个自然生态啊，自然的生态，就是一种的迄款道法。所以老子讲道法自然，可是我们众生迷惑啊，也不感觉到怎么样啊。好啊，有时咱伫新闻看到讲啊，某某人去用关。新闻报道出来，为什么去被关？有的太人会欺骗肝脏作业，叫人关。迄少年仔看看，伊嘛无感觉。所以众生都是迷糊蛋。所以恁安尼看，安尼读，安尼看，看周边，迄种自然生态吼，也没有感觉到什么样。现在的社会变化无穷，你要看现在的政治混乱，问题出在哪里？有没有感触？你若无感触吼，我跟你讲，恁读册学经无路用。我跟你讲真的哦，世间就是一片客死咯。你若较清醒就对了。即个从即个世间现实的人事动态，你就看得真清楚。嘛是一个因果篇，我那是佛法啦。世间的动态的不断，嘛是一个真实者对咱教育，会直接教育，看懂不懂？厝边隔壁迄个死，搁念的迄个死，搁念的迄个死，今仔日迄边一家家哭，搁规一两年换到迄家家哭，搁一两年换到迄家家哭，会轮到恁的未？啊！啊未轮到的时候，恁要安怎用功？恁嘛是吼吼咧，我啊咧脑袋瓜吼也没有清醒了。有一天就轮到你们了，也是会轮到我。咱呼吸来都不是接到迄个破文了哈，还叫做破文哈。往迄个法师个往生啊，迄个法师个往生啊。迄个法师个往生啊，啊，我靠，长照的当时要往生，啊，所以既然这个是，这个是生灭无常生灭嘛，对不对？我要加强啊，还在的时候还要加强啊，因为这个生灭留不住啊，啊，我还去加强。加强啥呢？今生我该尽的责任我做好，因为这种生命的短处哈，每个人都一样啊。和你长短相差无十岁啊，啊十岁嘛是刹那尔呢，你敢有感觉？你加只几年，加只偌久？人讲光阴如水，哈，啊，唔是讲食老海死嘞。少年的死也足济，啊！你若用功唔免，我甲你讲，讲今生你无法当方法，未当讲经说了，要准备来死啊！敢听有？啊！你若讲有生之年，
佮讲，佮再讲一寡，伊若去破病要用功嘛，无可能用功。啊，该做嘛，该做起来。因为两行嘛，一行叫做地主娘嘛，就用功；一行叫做福主娘嘛。福主娘，咱甲人讲啦，都报喜也是福主娘。这个团队应该有的工作，咱同齐合作来去做嘛，是福主娘啊。但是你不培养，我跟你讲真的，你完蛋了。所以世间的人都是迷迷糊糊的过日子，家己个人唔知影，我阁家己引了一人，结婚了生一个囝，哦，你得欢喜，啊，得看伊个成长哦，一个月一个月，一年一年个成长。你敢会想讲你开始要作业啊？你敢有想到这个？爱甲培养啊，培养伊的先仪式、执行、甲教育，教育包括沟通。伫成长培养到二十年大学毕业，你家己想两条代志。你老了二十年，恁有想到无？这个囡仔成长二十个，你的时间了二十年去啊？搁再一点，你为着一个普通家庭，你要搁培养这个囡仔读大学，起码安尼读到大学200万会起个未？啊？啊？对。啊，你一个普通家庭要搁到对对去装200万来培养，啊！你算是爱做业，所以一生来到人间内底，佮做更加做较侪业，再堕落，有没有？这个是自然界的一种启示呢？是不是安尼？甲咱启示。当然啦，有时阵你得搁赶暝工去加班啦，有时做生意得加工欺骗过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咱在工倒去啊，无同力啊，搁欠人个薪资啊，为着囡啊，搁再负债，安尼这个囝是毋是完全在做？敢是？哦，啊，我人生都要糊里糊涂的，出事搁做个。啊，走掉死掉，新生地在哪里也不晓得。哦，啊，都必定这条生命虽然短暂断去啊，可是再延续嘛，业识搁再延续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听有无？南总听有无？这是一种大自然的奖金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老祖哈，功德发祖人。唔知自己也是另外一番啦吼，这都得见光了。可是什么人知道？有没有透彻这个问题？所以学佛的人吼，听佛法，就是要精进到未来解脱，搁再好大慈悲心，搁再度这众生解脱，这样才对呢。哦，现在注意啊！我做这比赛，迷迷糊糊，在一天算一天，一天算一天呢，这个不行的呢。我昨在台北问讲，连开经读读的等于有去学习无？两个举手呢？读过了，那边搁点看，看两遍啊，还输的。啊，这大自然、大自然的生态哦，甲人事的动态，你不可以不思维呢。哦，你新闻看看，啊，得安怎？什么人发生啥？什么发生啥？但是你敢反观自己，隔壁囡仔去发生代志，你敢是讲我的囝啦？安尼变怎？啊，我囝即马已经开始有去学这个歹代志啊，你变安怎？所以学佛的人哦，无智慧，有哪无智慧？
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即马来甲讲吼，即种拢总是由烦恼病造成一种诶蒙蔽甲无明，即、這个对世间法都是安尼，毋该不断天长地久有时尽，六道轮回无尽期。哦，因为你搁创造新的业识落去，安那也识哩。啊，当然精气无动，精气无动，就必成轮回生死无动啦。啊，叫你去八关斋家去参，啊，叫你修改，有诶，那像呢，都去挂肉咧，怎么可以？想清楚啊，不要再浪费生命了。所以我昨天心里我那受气，不过我没受气起来，心里不舒服的对。我怎么会这么迷糊？悲哀呢？我咧讲啊，这众生真啊悲哀。啊，人我观察就知影，哦，迄个阿伯啊死去啊，迄个阿伯啊死去啊，较早阿伯出家就知影。起码呢，你敢不知高雄一个月有四个信众。接应的，哦，啊，佛师不时接别个佛师，不时接迄个普文来，哦，对者中路完结，对者中路完结，对者上安来，什么时阵要轮到我？无偌久啊！啊，这样有诶就讲，阿叔啊，你若要顾，啊，你若有一工先等于到时前头，阿阮要安怎？换你的姻缘，也毋是无甲恁讲清楚啊！啊，顾顾是爱顾，但寿命有限，对不对？生老病死，寿命有限啊！咱这嘛是毋知有几个接应去啊？恁同学啦，对吧？年轻轻的啊，几岁？四十七了。啊，所以讲，你食老，有一个女将哦，想要出家，啊，哪像无要出家安尼，啊，即满五十岁，有一天就听到师姐讲，到六十岁超过袂使啦，讲安尼我六十岁才出家，你想想有没有愚昧？六十岁要出家，啊！我啊，你要食几岁？你敢会当决定？点咪？我问咱，咱会当食几岁？总讲讲啊，这个叫做无明，了解不？啊，说这个世间之烦恼，生死哈，生死就是世间嘛。这个重新讲的对啦，啊，大家个人去作业，个人受报。你甲看现象，心会在人品就知影啦。迄太上感应篇讲的啊，今仔日作业，三年至五年就现出来，胳膊就现了。你想想看，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！你若冷静去甲想，是毋是即个社会人群是去变现的因果片？啊，即、這个因果片互人看，咱就爱感讲，这是一个启示录、启示录。有没有想通这个问题？释迦牟尼佛十八岁时，有四相门看到生老病死，又紧张啊，就想要出家啊，到十九岁就。出啥门出来？十九岁嘛，哦，啊，所以你讲大地真正个说法，咱就讲净土有水教，啊，树林，别讲苦空无常无我，婆罗蜜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没有？你们想想看有没有？长官，你问出来吼，帮着海地主讲有啊，书你去讲啊，不是这个样子，大自然就有了。你看人生有苦无？
算不是这样的 case。 一切法是空还是有？一切法是无常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现在我再讲一个例哈、哦，有死人，啊，出来就靠我妈妈叫，这样就隔壁朋友来甲讲，接来顺便，啊，这世间本来无常的，哦，这差不多一般人去甲，去甲探，拢会看出来，人家目眶红，家好，拢会甲坑，哦，到人家一无死啊，因为妹妹叫。会坑人的人，就那么去相信。啊，到底会按坑人讲世间无常，就本来就安尼。啊，你去考啥？啊，那怎讲啥呢？高窟的坑无数的，敢有这句话？啊，你怎无常的自然的嘛？生甲死的自然。可是死要对待去，对待去，这点较值得咱爱肯定，爱努力安尼。无论何道理，要对得起，所以世间实在是一个客气咯。啊，你都因为众生无宁静，啊，无迄个地位去观察，所以变成无没有分别处嘛。想想看哦，啊，你即马读甲安尼，书来才十几年还没结连，你们懂多少？你捌偌济？捌偌济，就看你万年放下会袂安尼尔啦，无啥啦。哦，啊，有要用功追求，这个叫地主娘。啊，要真正认真合作，追求这个福主娘，无安尼，有没有？看看啊。啊，你若无追求这个福主娘哦，将来你都袂当含众生结缘。啊，福主娘是包括布施，包括合作，这个追求福主娘嘛。啊，地主娘要当达到，当然要不断的修行，不断的闻法，安尼地主娘才起来。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心态怎么样啊？有啦，有，大家把它出来听啦，放得下吗？啊，是要搁借助给你填嘞？当然，伊也义务讲教育啦。啊，你有一批的爱，一寡准卖去有无？他们有一家爱准备去，所以世间是一个因果篇，含佛法是真符合。啊，不过众生袂用看，所以佛陀降生做化佛来甲咱教示。但是鬼也要接受，鬼也要认真用功去体会。好像没有感触，也不感到怎么样。敢知影？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叫做世间，世间就是轮回嘛。但是咱应该要通达一切法无主性空，你执着有什么用？顺其自然就好啊。将生命投入研究，好、哦，一定系安尼。啊，你若无投入研究哦，你也嘛袂当了解。你未来的人生会走向哪里？哦，怎么修行呢、啊？所以那个文殊修嘛，啊，注重戒定，开心注重飞出来，啊，飞开当破烦恼呢，哈、哦，地破相，啊，就无作业，无作业就未搁再轮回。这佛陀跟咱讲的嘛。啊，恁就学到将来哦，会当大佛说了。大佛说了，你就是世间的化分，叫做化身佛啊。但是法义上爱十足的正觉，有度众生的这个功能，不是我学一挂相信了，不是这样子哦，不是讲学一点常识，那个干嘛呢？啊、哦，所以空无主空，学以致用。你敢那学这个个出世法，将来一定要有些好用出来。第一主导，第二一定要个度众生。好、哦，安尼开当成就无上觉，叫安尼得到三藐三菩提。啊，平平时间大家安尼过嘛，但是看你的功能怎么发挥。出家人出家啊，满天啊，恁知影嘛？哈，台湾出家人哦，可能不止5万人，他们的功能有没有？发挥，
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发挥啊，那唔知呀。就是真仙甲金蛇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宋朝一个黄庭坚，哦，黄庭坚伊另外一名叫做黄三国，伊26岁做太平官，另就是做太平官的官的官长安尼。但是一生所交配拢出家人，下面担负你。有一天伊中昼去困跟做梦，梦伊伫个山边，啊山边遐有几间啊厝，去遐有一个阿婆啊，请芹菜叶啊，啊请个了，才有叶啊会香，叶啊汤，啊佫真正有芹菜味安尼。我感觉奇怪，啊，都做梦来才是。即阵伊甲伊一个使者讲，伊来对人讲，我梦中有看到一支山，啊，山脚有几户啊厝安尼。你想看嘛？即差不多伫对几只？伊讲啊，即是对。啊，你进厝我来好无？啊，迄个即嘛，即个车速吼，伊哩喘一喘。我找到那间厝安尼，那个边啊有6-7户，甲拍门，啊拍门一个阿婆啊出来甲食，哦，观光狗，啊观光狗，即卖着问伊讲，要创啥呢？伊怎直接打入去看，内底一股观察头前摆2碗鱼啊条，芹菜鱼啊。好像这个黄庭坚吼，就问这个阿伯啊，问这阿伯啊吼，我讲你这句棺材卡无收埋安尼，伊讲，阮本来两个母仔囝吼斗阵，爱死去都剩我一个老人，啊，但我这祖囝死去26冬啊，今仔日拄啊二十六年的做记的日安尼。不过伊一生哦爱食芹菜叶，所以我煮2碗芹菜叶伫只个摆安尼。你看看诶吼，啊讲恁查囝一生咧创，伊讲阮查囝一生干咧看册咧，伊也无要创，也无要嫁，也无啥，爱看啥物册？伊讲我即摆一死去了，甲收2箱伫遐。啊讲啊，伊个问讲阿婆，啊帮我收拾，伊讲有啊。像对咧问。迄、那个跳下去，卡下甲背一支手只，黄庭坚只开过，印象真深。天内底所有的注点，重要的空起来。讲这个我真实看呀，我亲身看到。咱怎么来个前因后果？所以以前嘛，唔着精神做祖囡仔，到26岁下暗开始就拢看经典。甲看道德经内底，道德经后南华经安尼，这是宋朝代志啊。伊拢较早的人拢用迄个红书边吼做好，像明，阮爸爸一本书嘛是用红书边早期，吼、哦、迄本册是香港出版的，啊，伊去读书嘛是用红书边做好。我讲了吼，你要怎讲？伊就是即阿婆。精神的查某囝呢？啊，伊侵入不乱，所以今生来出世做黄庭坚，另外一个名叫做黄三国。伊拢总去找海用，啊，得找海方外的人，方得讲苏格兰，安尼研究，但是拢会相应，会相应咯，拢会相应。啊，就告诉你今仔日，你拢总无要学。你阿奶也是无迄个佛法，而这个基本道理，你将来的那个也是延续不下去哦。我跟你讲真哦，有那影响袂落，你要说他说没有，准等中断去。但我今物去讲一个较深者，有一天黄三国含一个风凉禅师。出去
出来。即个即黄山公哦，伊已经内底有一挂火化的装饰啊。伊甲即个黄龙禅师讲讲啊，你也无要讲一挂密法我听呢，密法。即个黄龙禅师甲讲，讲你讲读着书书用有啊，啊两句，我读给你听，吼、哦。孔子讲啊，二三子有我为温吼，我无温吼你安尼。啊，即个黄庭坚即个人的过去的书书，我今日有读过啊，伊都要改出来，讲不是，他要给他意会。啊，即句讲你拢无要讲密法给我听，算是当时慧能大师。慧明，请伊讲我为法来，不如伊来。哦，啊，再伊就甲讲了，即慧明就讲不属善不属恶，这莫那时是名相做本来面目，会记住了呗。但是种慧明是略有所悟呢，伊无彻底哦，勇敢各有密的，用密在那边。这个我个点跟恁学习了吼，安尼可见慧明心啊个差不多清醒清醒了。慧能加慧明讲，密在那边嘛。啊，即有一讲，即嘛伊个讲，伊个教你个解释，伊讲不是不是安尼。啊，不是不是，你弘扬禅师伊也无个白不干。有一讲，搁在两个抓出来。现在这个起码哈，可能你们听不懂哈、啊。我跟你讲真，长底啊，讲一挂无同的典故，他们哦，差不多三分之二，三百几个，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听无。我知影，啊，再看你来听有无？用不是不是安尼了，有一间搁在处理，处理搁在游山，闻到一个桂花的香味。这弘扬禅师甲讲，你有闻到香味有无？讲有。即马我们今日甲看，满山遍野都是桂花，桂花怎样吼？啊，即黄庭坚看去，黄山国人吼看去，讲我不骗你啊！你若讲我无甲你讲白话，我无敢骗你。因这黄山国开悟，因一过去就是一个修行的女子安尼，所以开悟，这是高境界了哈，高境界。这个就是老祖公的道法资源。伊个讲二三字，以为温哈，我无温哦，你伊要解释哦，伊无解释。可能一等你的个思维，为什么不要给我解释？哦，这是文字是引出来，其实这个大地人所有的人情世故、山明水秀、客啊个老，对咱拢是一个佛陀的教育。现在黄山国开发出来了，但是伊精神若无学法。可能那几句话，伊有哪搞不懂？我正讲在，你哪搞不懂？所以你今仔要出世的健康哦，当然在于连客家闽南甲咱讲，咱若是无迄个上等的智慧，不能领会，绝对无可能领会。所以内底较讲一篇叫做讲一段禅修，啊，再后壁段较讲顿悟。啊！即咱就阿个无可能动哦。你伫即禅修中间哦，你无好好用功，无好好修改，无好好忏悔，你下山得掉也没有。我跟你讲真的，好家在咱未来去倒数净土，即个代志较好处理啊。倒数净土是弥勒佛啊，弥勒菩萨底下讲如开四地论。
吼，信着甲咱教，教咱会当达到正到罗汉道，不动地，菩萨地不动地迄类个。但是搁再来富量华三昧，本来是甲咱提醒，互咱开悟正悟正法，叫做开发眼智。无经过开发眼智的众生，绝对无可能不退转安。那么我现在讲的那个里面，可能领会到的人没有几个。他阿姨在底下听，喊我底下吃饭，风张开一条路，他听不懂。所以我们的境界要到这个境界。你甲看讲，你甲讲鬼火底下，迄个心内都我体会到。那个这个问题，我再给你讲，真的叫做化身如来说法，化身如来在说法。世尊打坐六年，不坐六年，没有多久嘛，就看到一个青蝶相思的开悟，也不能讲高兴啊，不过也真相啊，看那个青蝶跟相思有无啊？相继的开悟，好不上。为什么咱甲看清、看一千万粒，你都未开悟？我刚甲你讲真嘞，会开悟未？哪讲世尊安尼开悟？你当日咧甲坐到恁的三楼尾，当日甲看清，看你会开悟未？未呗？怎么可能？所以一定要好好禅修，净土阿赖耶性，吼、哦，安尼了，咱的化身吼、哦、光明浮现了，较容易接纳到这种的上上升的这个法器。你看，伊十八回游戏下门的底下，去分析那个生老病死，我们会吗？你个厝边隔壁死一百个人，你都未去感觉啥货？我跟你讲真嘞，哈、哦，老的、少的、少年的、老的，伫恁的人内底人，你一生中看你个死亡、死亡、死亡，你都没有一点感触，你嘛未惊讲，我阿未死的进前，我这个资源安怎准备啊？要加强用功。哦，在今仔日呐，对恁有一个真大的事情哦，我讲真好。就我跟你讲嘞，你唔就体会讲，你个囡仔今年二十岁，大学毕业，你自我职业，已经老了二十年了，生命流失搁在二十年，你算是已经接近半百嘛。比如讲，你二十几岁结婚。啊！你囡啊已经毕业，差不多二十岁嘛，吼，敢是？但是你做我这个，为着囡啊筹备小孩的那个上学的，学费啦，啊，住宿费啦，都等学校大，还是厝边隔壁附近去租厝，吼、哦，也交通啦，也教育啦，也啥，两百万未起来，你甲讲吼。你是不是宗教面青面正？啊！你世间无形中流失二十年，你拢无啥感觉。这个囡仔自己二十岁毕业了，你算是接近五十岁嘛？凡说你无搁再无通搁再食十担加二十担啊！囡仔自己二十岁，后事。可能后壁时间你无十岁，嘛无一定无二十岁安尼。放下，哈、哦，安尼较有可能出世间，较会产生智慧出来。你看，像社会这些迷糊蛋啊，为了钱，算不是大家拢腐化？创造新的未来环境，创造未来的新生地嘛，那不是地到得够贵啊！啊，即马咱讲这百姓，该阶层上，
中下下下，遐多一个人无通。我问你，毋是无真少，就是已经名利的人较毋敢做新的业。大家嘛腐化，大家嘛对了。那么事安尼甲恁讲，恁请袂安尼，还是当期都用特别读书都来当，明仔载有哪原则安尼，利利落落。恁家己想啊，说我长底要哪有受气？你今仔功课甲恁教了，为什么恁当唔够复习？啊！你若讲搁再等伊，无要搁再看书章，甲讲来讲啥话？你无要搁复习几遍啊？一世人有来复当念，无得法。迄条歌愚昧与智慧，互你唱要到五六档啊！书家讲，恁内容知无？无一个知啊！我讲毋是新得者尔啦，五经讲堂门口都无一个知。还有 BI 无？讲迄边内底个讲啥？大家需要人讲。啊，你啊，我紧张上。啊，有人看我都唔敢看我。好紧哦！恁有恁出席你真悬，但是有些可是无文。有声啦吼，声文嘛吼。有声，我有传达声给恁，但是恁无听落来，反正是唔是声文。所以我昨给讲那叫，过去给讲那叫阿给听落来那样啦，你们还不是一样吗？哦，啊，有的是给困，有的是目睭给个微微，我那叫要困去啊，给困啊，困落啊，哦，迄、那个女将要困落啊。哦，啊，只有才到中年，无变怎？不对呢，你若像我今日就要来上课，下昼半一个时间困困嘞，困一点外钟也蛮好呢。你就知影讲我家己会度久嘛，啊，你干脆能困一点钟啊，看来，食饱去困，因为咱食饱吼，较会昏沉，昏沉你去困，哦，因那个血液吼。很跑到这个胃部来，帮助消化，所以说脑袋瓜都昏沉，你困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你今日别讲，你要出世呢，佛陀的本意，你不用讲尽量唔办呢。佛陀是过来人啊，所以伊家来无多嘛，对在自然嘅说法，众生唔办啦。嘛不得已，以这化身份，哈、哦，来甲咱讲。啊，即马你若是化机有健康，大夫说法，你就是化身份，真正你就是化身份。啊，你若要讲个五四三，讲个牛头马面的话，你是去傍经会教。我说你若无深入将来，你嘛无资粮啊！我咧讲真正，咱无半点资粮，无半点地资粮去教育众生。哦，都头前讲过嘛，三十七道笔你嘛会晓讲啊，十言句话你嘛会晓讲啊，四圣谛你嘛会晓讲啊。哦，都头前讲过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进来底，哦，即卖来出世佛法咧，本具好足济人误解，啊，这属于因为无因缘啊。无因缘，即马伊就想讲家己要讲啥就讲嘛。啊，但是文不对题，有时吼，迄字串通袂好势安尼。啊，就是有啊，伊就有迄个想讲要讲迄个因缘啊，啊，就讲啊，讲讲是安尼，啊，是，唔是啥呢？是浮图篇呢？哦，这边就讲伊讲来了变糊涂篇啊。阿叔进来底吼，佛陀本意，但是拢互人误解，所以佛陀要甲讲，明出世第一，就是智慧。我跟你讲真诶哦，吼，所以出世第一就对，所以像譬如甲叫一句大事，比如咱这个地区有四大部长，
当然有东胜神州、西湖河州、南漳浦州、北固罗州，这是对。吼、哦，但是进前有一张，这个阎浮提的树啊名，吼、哦，啊说这阎浮提来所有的这医生，比如讲咱讲到南漳浦州，啊较早有一个名叫做阎浮提，那阎浮提来都有一个，诶，这个注意书中吼，爱、哦、推这个歌单。以向以往为最第一人的，哦，啊，这底下就是宾罗沙罗王及王主安的，以慎重以约，啊，所以这当时的这僧团哈，僧团内底所有的这个出家人，那是有家破病，拢去找这个，拢找这个呢，所以叫做因为伊叫做改成今仔日咱的第五意思。阿祖真的因为以利高明，所以佮称赞了伊王。但是这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医师安尼。哦，啊，你若无请到大医师，啊，当然出家人伫遐，有阵落风俗雨呢，啊，定定去感冒。啊，像素食，那一般素食是应该那食了有好，袂袂。不过足侪人咪就有种病啊，哦。啊，所以甲种病中间吼，嘛是要找医生啊，啊不是找医生。啊，即嘛咱来假使讲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，大家呐拢总像积血去流，善种医药，安尼当然都无一个医不了的病啦。啊，不过，这个人间中较出几个医生安尼，咱即嘛来甲讲一下，吼、哦。因为我你讲个医生哦是人中见的，听无？人中见你敢听无？人讲命上哦治国，啊命以治众生病呢。所以医生高明的是人中见。啊，像咱来讲，今仔日咱伫这世间内底哪有病，你去找大间医生，大些个医生馆，比如讲龙总啊、台大迄类的，较袂去互伊耽误。啊！你若现在讲啊，都干看到感冒药啦、白茯苓啦、什么东西啦，吼、哦，五毛食吃，轻微会使呢。吼、哦，啊，咱人若是年纪，就是免疫力愈薄弱，病愈严重。吼、哦，啊，你得找到有人会甲你抽血起来，起来分析，啊，起来甲你检查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现在讲感冒药，现在直接到尾拖过去无救，你要注意哈。所以今来在讲。现在来哈，肝子都无医不了病的，但是我那我讲的不是这样子。讲和你医书如果革命，业障的病也医不好。刚听有业障的病绝对袂当靠着草药、甲西药、中药来甲食较好，不可能。业障病唯有忏悔、回向。即嘛这点吼，那加安尼讲吼，是即点我有即点意见哈。安怎吼？所以即卖一些问题，就讲世间，这是伊注解中吼，伊印顺导师家己偏对这个，吼偏对。啊，有人问起讲，咱人的心中的结束，结束就是烦恼啦哈。啊，结束烦恼，邪见疑惑，定心病嘞。这个我家己讲，这个唔是世间药食好的。譬如好哦。绝对不是世间了解，好吧？这爱对上，这是心的问题，结束的烦恼啊！这绝对不是安尼，这种什么应该用什么药来治疗？这么这个问题就出在这。你的烦恼就是结束，烦恼你的无明就是结束呢。记好哦，无明哦，你有邪见就是结束，一个结把你拔掉了。疏逆不能解脱，你有疑还是有悔？我讲这两种叫做心病呢。但是心病，我跟你讲，用世间的药性，就讲药酒的对吼，西医啦、中医啦、青草啦，绝对医不好安尼。因咱人有连带三种，一种叫做物理，就是身躯的病；啊，一种是心理问题，吼。女众的生理问题跟男众不一样，啊，几种的以上心理，
啊，这三种拢有连带关系，啊，拢有连带关系。比如讲，你今仔这个心理无健全，有那影响心理无健全。啊，心理无健全，有那影响这个物理无健全啊。啊，所以这么这问题是讲心病吼，心病不是用药的治治，心病一定爱看别人来跟你讲，我的心开放出来，安尼靠可能治理吼。啊所以来对大家嘛，别当打破吧，啊，别当打破别人怎，因为根本拢唔知影嘛，唔靠别人打破，所以又从那里去呢，所以连答都答不出来，安尼。好，休息，弥勒尊老。